家都非常的有礼貌啊。那这个王宫里呢，就数我捷克皇后是最高贵、最美丽的不丹丹帝哦。你们怎么看起来都不相信的样子啊？不相信的话，我可以请我最诚实的魔镜来告诉大家。那请魔镜出来，小朋友。哎呦，魔镜，魔镜。就是最诚实的魔镜，杰克皇后，你召唤出来，召唤我出来是有什么事情吗？我召唤你出来只为了一件事情。该不会又是同一件事情吧？不行吗？当然可以啊。魔镜啊，魔镜，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呢、啊。这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，当然是杰克皇后您啦。但是大家听听看，大家听听看呢、啊。魔镜啊，魔镜，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呢、啊。当然是杰克皇后您啦。但是啊，以后秀丽公主也会变得比你还要漂亮哦，比你漂亮，比你漂亮，比你漂亮。魔镜，加那么多变是什么意思？我想大家没听清楚吧。我最不想听到的话，我不要你了，滚！怎么可能呢、啊？我怎么可能输给一个小女孩呢？不好意思，我要优雅一点哈。没有关系，让我好好的想一个好方法。有了，女人的天敌呢，就是肥胖。如果我让她一直吃东西，她就会一直胖。我们给国王一个热烈的掌声，欢迎我们的彼得国王。哎呀，国王爸爸，国王爸爸，你来陪我拼拼图嘛？哦，好了，我等一下哈，就叫两个人去陪你啊。哦，好，谢谢你哦，国王爸爸。好，陪了我们家乔伊公主，乔伊公主，陪了。国王，有事情跟你禀报。对，刚才小朋友都看到了，没错没错。那个捷克皇后哈，他刚才哈也在那个大家这边哈，给大家
捷克皇后怎么样？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。捷克皇后有很重要的事情。对。那你跟他讲就好了，跟我讲干嘛？不是啦，哎，这大庭广众下我不好说嘛。哎。有什么跟我讲？是，继续守城门了，进啊！不好意思，再来一次啊！来一遍。啊，皇后啊，还好还有你呢！啊，看到你哦，我就这个心花怒放，豁然开朗啊！这是当然的，在这王国里，就是我捷克皇后，是最高贵、最美丽的，不能。不好意思啊！还好有你啦，那要不然哦，要不然怎么样？你说嘛。要不然就大，哎呦！要不然的日子会很难过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对了，差不多意思了，哎呀！因为啊，大家都在你的背后嘲笑你穿旧衣公主，你丑小鸭公主。没啦，就是笑他不会打扮啦。国王，交给我就可以啦。交给你，哎呦，对呢吼，我怎么没有想到呢？啊，这个乔伊公主她妈妈过世以后，也没有人教她怎么打扮，她的越来越出名了哦。国王交给皇后，啊，很好，这个办法很好，来了啦！哎呦，来喽！哎，把那个乔伊公主请出来啊！好。哎。你以后吼就跟着捷克皇后好好学习人家怎么打扮啊！国王爸爸，我这样不漂亮吗？这样不是啦，是说你可以更漂亮嘛！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因为我这样子觉得不漂亮，所以你才会不喜欢我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也不太……没有关系，我也知道了。我以后会跟着捷克皇后学习变得更漂亮。爸爸，我一定要让你喜欢我。好，交给我就对了啊！来，美姿美仪的第一课，抬头。抬头。胸，挺胸。好，算了，缩小腹。缩小腹。屁股翘起来。屁股翘。就是这个姿势很好，等等啊，来了呢。哦，来喽。拿着扫把过来。来了，要皇后请。很好，下个月加薪啊！来，走过来，拿着扫把呢，就这个姿势练习走步20圈，顺便扫扫地啊，听到了吗？什么？20圈呢？哎，女儿，你加油了啊！好，我会加油的。好好练习啊，赶快来验收。是谁把我的白色礼服洗成灰色的？是他。那又是谁把垃圾都撒到桌子底下的？是他。是谁厕所的水龙头没有关让它漏水的？还是他。哎呦，报告皇后啊，这位公主啊，她把你的衣服跟黑色的衣服一起洗，然后啊，她扫了厕所之后又不关水龙头，扫了地之后还不会把垃圾给丢掉。对啊。对不起啦，我今年才10岁，一定会犯一点错的嘛。今天呢，我做那么多事情，肚子好饿哦，不知道今天午餐会吃什么呢？
会生气，而且你这么好吃，我一定要把他们通通吃光光。不是不是，哎，小朋友，他可不可以吃那么多东西啊？而且还没有什么。小朋友，赶快叫东西呀，没关系，爸爸。什么？公主多吃，菜还没有吃完，又要吃晚餐了。你家不要。可是这是母后的爱心哎。好，我要当一个孝顺的女儿。好，不吃去。不能吃，小朋友，交票去好不好？交票去，不要吃，去吧，去吧。